这个旁边我每一年我如果讲到植物园，它生的时候的红阿阿来讲，边阿的红阿阿阿了了，阿一边阿没定。这是讲什么？这前面听到？罗氏圆弧木啊。而且这个圆弧木还不止他们盐巴拉眼哈，也是他们原住民要做那个枪管哈，因这枪啊，因用茶折是用旧姜啊做枪托啊，做用这个做枪管哈，这个比较直的地方，因为他们这个他们在砍木材当中囤积了一年的木材，哎，发现这种树啊哈，这种茶被变形。哈、哦，也袂也袂反，也袂变，也袂歪去哈、哦。哦，这个中吼、哦，伊的纤维外面是很坚固，可是它中间怕爬有一个坑哈、哦，所以伊个凸起来了，这个凸起来中迄坑会当轻轻轻轻的，会当塞火药来瞄准哈、哦，较准。好、哦，做枪管的材料。还有他们在烧木材当中发现这种树的老树干、老树头烧起来的烟味不同，他们很聪明哦，又去研究哈、哦，把这个。木炭老树头的炭木炭炭粉刮一刮，跟硝粉跟硫磺粉一起煮，还可以做火药。所以这个在他们布农族这个哈鲁属珍贵的要好好珍惜的意思哈，可以做火药，也可以做枪管，也可以做盐巴的来源哈。现在在中药材还可以做中药，他们这个附身的那个虫蝇，那一个就是黑一趴黑乌乌黑吼，黑那生的时阵还袂开花，你开花还袂结籽，迄就生虫蝇，青青讲黑当做中药。啊，这乌乌黑就是去年生几趴，打起啊，迄个籽拢落去啊哈。哦，各位对植物应该是比我清楚了，我讲这个是刚好这边的。老人家们讲，请问它的盐在盐分在什么？哦，它开花以后结果大概我们这里是十月，你看每一滴还把它九月，因为我们这边比较凉，它成熟的比较慢。好，以后你看到这个，好、哦，叫它白白，莫叫是生菇，你甲搬来吃看麦，够咸够酸，啊，真正真好食，会回甘，刚刚那个你点的会回甘哈、哦。好，我们继续前进了。它的国语叫什么名字啊？这是波盐，波盐国语哦，罗氏圆弧木台语讲波盐。哎，你那咧食花粉啊、花蜜的人吼、哦，嘿，是歹人，甲伊讲，你要爱波盐花花粉，还是要爱莲根花花粉？先油呢，波盐，波盐嘿，对对对。它是波盐的波是什么字啊？你也不知道，你。啊，波阳的波是哪一个波？啊、不是彰化，彰化。彰化对啊。波阳的波是哪一个？知道吗？不晓得啦，不晓得，我不晓得。彰化是波阳吗？盐波啦，盐波，这个是盐波啦。嗯 ，OK， 好。